我来这里就是让你活着回去的。你要是再查下去，你会死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是警察了。我要把他带回来，带回来归案。三号床情况不稳定，有任何情况记得告诉我。这就是你说的随便走走，我也没让你带跑一趟。你那么想早死啊？苏州出去也比警察大。不要怀疑自己的工作，不要怀疑自己所做的。